正年轻三十岁，我年轻几十岁，我回到十四岁了。我们不要把他当成是好人，他们就不是好人，是他们跟我们一样，都有很多梦想，都是局势。老人家也有梦想，年轻人也有梦想，我们只是举手之劳，帮他们完成这个梦想。真的只是举手之劳，可是可以帮助到这么多人，这么开心，我们真的很开心。你也会发现，梦想其实离你不远。太恐怖了。真是不老棒球，那所以我最后再用一首歌，把我们还有其他的像不老战士啊，钢琴的话，所有的圆梦，用这首歌送给大家。它叫 Dream Can Fly。 那我想梦想其实不是只有不老骑士，其实还有非常非常的多。那我们其实我会发现哦，其实你有问我说未来很大还要推什么，我跟你讲推不完，因为老人家梦想超多的，而且每个人都不一样哦，所以这件事情做不完，希望大家一起来，就是可以在各地推动这个梦想。
今天抱梦想的分享，那也希望说我们目前在万华剥皮寮有个不老梦想影像展，那就是礼拜二到礼拜日都有，礼拜一休息，但到展期到下礼拜18号，那接着会移师到台中，在12月20号的时候，那欢迎大家有空，这是免费的那个影像展，欢迎大家有空就不可空去万华剥皮看一下这个影像展。那如果你们还没看不老骑士的，也欢迎大家去进戏院看不老骑士，我想相信大家会有不一样的感受。当然我最希望还是大家可以带着自己的长辈去，因为已经好久好久没有一部片是适合长辈看，我想带着他们进戏院，他们会感受到你们对他们的关心。以上，谢谢。